是把不杀了。真是个废物，也不知道当初我就不让我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？你啊，就是我们王家的一条狗。下，就是你。废。你怎么能这么说爹爹呢？我刚刚在屋里听到你们说什么了，而且后天就是奶奶的生日。你闭嘴吧，白眼狼！我供你吃供你穿，你胳膊肘还绑带子。医生，医生身子弱，别吓到他。有什么事你哄我就行了。我骂他关你什么事？少骂的东西，养嫂子。姐夫，你别听我姐的，你才不是废物。少爷啊，五年的磨练如何了呀？老爷子临走之前把安冷集团写在了你名下，有时间了我请你进哦。神经病吧。后天就是奶奶的生辰，瞧你这穷酸样，别到时候空手去给我丢人。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还不快捡。安澜集团写在了你名下，喂，安叔。怎么了，少爷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你帮我办两件事。你的宝贝儿，真让我亲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帅。红啊！我家那个窝囊废一会儿就回来。他回来又能怎么样？我还怕他一个废物不成？去哪儿啊，废物？这可是你家。你个废物，这么晚回来打扰我的养性，兔崽子，难怪医水看不上你。你看看你这窝囊样。对呀、啊、李哥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他就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你们两个有点太过分了。过分？对一个废物有过分可言吗？我们家一条狗都比他尊贵。赶紧滚吧，废物！废物！废物！姐夫别生气，犯不上。姐夫，我姐就是有点碎嘴，他们真的没什么。你也不是废物，而且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。不能让这个骚狐狸再嚣张下去了。是不是有病啊？离婚吧。林克，喝了假酒了吧你？跟我离婚，你是要喝西北风吗？真是怕了你。这些钱够你用一辈子。谁稀罕你的臭钱啊？还有，这个婚老子离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放心，奶奶的生辰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出现。滚！给我滚！你最好永远别回来。
这不是鼎鼎有名的王家大废物吗？哦，废物今天也来参加老同学会了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林克同学可是王家最牛的废物，无论是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都用的是王家千金的。他呀，吃软饭那叫一个香啊！那得怎么吃啊？我只知道这个窝囊废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有钱花，而且还有漂亮女人睡呢。哦，这种好事我也可以做。能个屁呀！那么容易呢？这个废物连他老婆手都没摸过。啊？怎么？你跟王一水很熟啊？穷酸样，真给王家丢脸。哎，够了啊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们两个穷鬼，我等着。我在你们四楼最大的包厢，现在赶紧给我过来一趟。陈哥，怎么了？你们俩都给我出去！说你们的没听见？打死他！哎，你干嘛？你这么大酒店，你还要干什么？干的不是人，是废物。走，还有你，走，干什么呢？把手给我放下！等等，他们两个在咱们酒店闹事儿。搞错了，我才是贵宾。瞎搞！董事长好。那谁安排你个任务啊？今晚我们这些同学，今晚跟你这一起包一桌，都是由我们好的，等等。有话直接。哦，小妞挺水灵的呀。喂，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给老子滚！少管闲事啊！算你小子狠，赶紧滚！醒醒！听说新房子的床又大又软，嘿嘿。安叔是真办事啊，整个一个高调。昨天见你喝多了，不知道把你送到哪去。你个死变态，你等着被警察认识吧。当务之急是先送你上班，我这么大的房子在这儿，我又不能跑。
说是开会，开会啊，那生意都不做了，就是了。原来是到安澜酒店摆酒啊，来我地盘就看我表演了。这么嚣张？王家奶奶生辰宴为什么还不放进去？你算哪个宗啊？今天这有重要会议，天王老子还都不行？天王老子，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今天还就闯了，我看你拿我怎么办。来来，我跟着谁干出，谁要是干出，就把你们送到拘留所过生辰。今天王家奶奶过生日，我这么没有眼力见啊，就给我开一个最好的包间，放最好的宴饭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林克的表面给迷惑了，要不是因为……没有的，奶奶，继续说。林克今天把我扔在房间里，去找这个王一洛，你们不知道，我都好想他那个了。别说了，为什么不能说？要不是因为这个贱人，我跟林克怎么会闹到离婚这个地步？没事吧？你看你把奶奶气的，你给我滚出王家！闭嘴！就跟你结婚整整五年，我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有放过。你和你媳妇的那点过程，整个别墅区都知道。小兔崽子，是有你说话错吗？还不给我滚！算了，待着没什么意思。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。什么话？你说的什么话？林克，真行，空着手来给奶奶过生日。林克，你可真给我丢人呀！李哥，把东西拿上来，给这个穷酸的狗东西长长见识。家人果然厉害，这些人都请得到。安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王奶奶过生日，王家人自己办。刘经理，您怎么也来了？真是太客气了。好多钱来了，那又是安南集团董事班，后面那个是刘氏集团董事班，这都是听事紧急的大。看见没，穷总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王家的场面。这么多，这是谁请？兴许是来给您祝寿的。王奶奶，看看架势，不是人吧？请见面呀，肯定是这小胡子惹上事儿了。看情况，瞧什么？这招叫做冰锅鞭。少瑶，好说，少爷。不知道这次宴会安排的您是否满意？好，倒是挺好，可惜就是菜有点凉了。啊，叔，您不是在开会吗？为什么？开会也没有您来的重要啊。行，那今天大家都来了，正好一起给王奶奶过个生日。林克，别演了，上哪儿找的这么多演员？丢不丢人？给你钱是让你给奶奶买礼物的，不是让你找演员演戏的。小云女士，这是我们安澜集团的少爷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们王家再无关系。